没毛病。好的，两个美女做好准备啊，摘面具来。哇哇，一位是特别萌的小姑娘，一位是特别有气质的美女。你们喜欢的是有气质的还是喜欢萌点的呢？御姐范是吧？我发现你们怎么跟我的口味都是一样的呢？好了，听听你们两个的题目啊，你们的题目是对着镜头抛媚眼。哎，对，哎，对对，就这样，哎，对对。